你说这个男人是不是在咱们小区门口卖碗那个人？就他呀。我见过他。你这里边爬，你啥时候见过呀？上俺家来卖过碗吗？对了，老范大哥，他说他认识你，他还夸你来的呢。咋夸的？说你体型好啊。他体型还好。这人可不是正宗卖碗的，我看是个饲养员。那是不是饲养员啊？快听说怎么事？什么事？哎呦，我说老头啊，你这阵儿干啥呀？我不就买碗的时候多看了你一眼吗？你至于吗？什么这个呢？不是，我们就那个顺嘴那么一说，没别的意思。你顺嘴一说，得说得准啊！放过马，老放过马呀，整不了他吧？后来我去嘛，完事去了以后，完这马我就过去，我这靠着，弄完以后，那个马就再吵不上，这见我这头。这说了半天不还是饲养员吗？我说这位弟弟啊。你刚才说一堆话，我没听清几个字儿。你这舌头有病啊？啊，这不是病，一般像这种情况都是撸串烫的。我说，哎呀妈呀，咋遭这罪呢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跟老范大哥说话你也生气啊？老范大哥，你让开，你让开。老范大哥可是个好人哈，拾金不昧。上次。我200块钱从楼上掉下来了，老范大哥都捡了都还我了，我就拿那200块钱买的这件衣服。就这件情侣衫啊？谁跟你情侣衫啊？人家我这个是香蕉，你那个是大马猴子。大伙儿看看啊，大马猴子和香蕉是不是绝配啊？你拉倒吧，你那大马猴算啥呀？你今早上看老王那人生的大马猴子比你那还大呢，跟你俩啥绝配？行，你刚才说谁还有这跟我这大还怎么的？老王，哎，嫂子，嫂子，哎，嫂子，老王，哎，你干什么你？我是老范。对对对，他是老范。哎呀，弟，有话说话，动啥手啊？我恍惚了，老王了。不是你上我们家找啥老王啊？老王他不在这儿。那在哪儿？哪儿啊？一般这个时间，老王都在河边看钓鱼的。对。哎呀！哎呦我，这个太吓人了。刚才不在这儿了。妈，这又跟哪儿？谢谢，老王，我给他定位了。啊，老王啊！哎妈，这是咋的了？完了！老范大哥，老王要遇难了。咋的了？我估计早上在大门口，老王跟我说话，让他看见了。完了，老王完了。这事因我而起，我必须得管，别拦着我，我去看看。我去了啊！哎呀，这可咋办呢？你说这样？哎，老伴儿啊，刚才是不是我把老王给卖了？你哪是把老王给卖了？你把老王给害了，老王是死定了。不能叫你欠嘴。哎呀，你说这个干啥呀？你说呀？老伴儿没事儿。咋没事啊？你看这大个看着凶，其实你看他刚才在大美跟前，他就是个小羊羔。啊？他是小羊羔。嗯。我看他像个坐山雕。哎呦，老王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啥事吧？我那个有什么事儿？那个，哎呀，真能装，没事儿放着门不走，跳窗户啊？就是啊。啊，我锻炼身体，盼烟盼恁家来了，不走寻常路，你不行吗？你就别装了，你。哎呀，谁今天早晨在小区大门口跟大美人说话了？什么？此时此刻，
是不是有一个彪形大汉在社区里对你进行围追堵截？那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？放心吧，在我们家里，我看谁敢碰你一手指头。哎呦喂，老范，你这个朋友没白交啊呀，太不信得了。严老米啊，你说我这个人哈，我都纳闷儿。我平常我神出鬼没的。你说谁知道我在河边看钓鱼的？哪个叛徒给我出卖了？我跟你说，我抓着个叛徒，我你说你这，是不是你，老范？我能办那么不是人的事儿吗？王梅在老范家，我跟你说了。哎，王梅在，你看，又回来了。哎妈呀，梅在，来回来。来了又来了，来了。别怕别怕，我看看。我跟你说，一般的人我不在乎，就这个人吧，都连说带比，我像个搅拌机似的，不行，我扛不了。不是，这里装不下你。我撞哪？我疼死了，我疼。哎呀，来来，你起来，别动，你蹲下。哎，我有招了。快，这有个沙发凳，对。站住，稳住。疼了，还能拦着我？别。行，我说大兄弟啊，那个在河边见没见着老王啊？见着了，见着跟说话都嗖嗖的撩来了，这脸的，脸的，我看就奔这儿就来了。啊，没在这儿，撩哪儿去了？什么是没在这儿？刚才脑正亮，就奔亮来，到这儿。没在这儿，哎，没在这儿，不信你随便搜。对，你是干家搜，随便搜。搜啥呀？你刚才进屋还没有呢，这多了沙发，那别谁的这是。这沙发原来就在这儿，什么沙发原来就在这儿啊？你家的沙发那腿抖得跟我整的马似的。我这嗓子，我这嗓子，我坐着，我看着。没，你放开了。我忘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好着，我就跟你说，你这快，我收下手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，他说什么我一句都没听懂我呀，那你说的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他说的我一句都没听懂啊，你怎么能听不懂呢？你他和我说一般，还有，你懂啊？大美。请大美，今夜无眠，当欢乐穿越时空，激荡豪情无限。来吧，亲爱的朋友，别来了，咋的了？来不了了。咋的了？活动取消了？没取消。那咋？大米粒不让你上了是不是？不是。那是。妈呀！你是不是嗓子坏了？我跟你说，就刚才你那俩嗓子，我都没好意思纠正你，你那方法不对，你知道吗？完了，临时失声。是不是大美啊？是不是大美？你说太对，我就是失声了。大美，你看你这样，你看我这嗓子这样了吧，跟你也没法唱了，咱俩就不唱了，好不好？行，你赵刚子，你这样，你不唱，我也不唱了，够意思不？不行，你得唱。大美，你看你刚才你那个细胞一唱完了以后啊，大伙都欣赏，对吧？我欣赏了，街坊邻居还没欣赏呢，所以你得演，你听见没？这样，你来个独的，你搞个独唱。我跟你说啊，大美，独唱跟二重唱档次可不一样。行，可以，赵刚子，那我独唱，那你咋整啊？我没事儿，我嗓子不是不行了，我不失声了吗？万一我晚上突然好了，也没准哪个不开眼的就会找我来，我要拉后腿，我也拉那不开眼的。行，就这么定了，独唱是吧？一啊，可以，走，物业排练去。哎，不是，那个。大美，你来，你现在不能跟你去排练。咋的？我觉得你应该再去洗个澡。刚才都洗一个了，还洗啊？你刚才你洗的不是二重唱吗？你这不独唱了吗？你档次上来了，你不得洗个独唱呢？再领，你等着我，我以惊人的速度，我洗个澡，等我啊！好嘞，快去！街坊邻居，我太聪明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马上叫黄小华赶快走，黄小华赶紧走。
张哥，快给我拉我一把，我卡住了，快快快！哎呀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哎呀，咋样？咋样，刚子哥？哎呀我的妈呀，麦花啊，你这是去唱歌啊？你还是去结婚呢？看出来了，确实是婚纱，为我自己准备的。别呀，麦花，你就唱个歌，你把婚纱穿上了，你这不可惜吗？以后你咋穿呢？哎，这辈子够呛能用上了。正好活动不是挺大，人挺多吗？我寻思展示一把。行行行，那这走，咱赶快去屋院，赶快走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干啥？我话还没问你呢。啊，我唱歌可是老好听了。你唱歌咋样？你别拖我后腿。看你那话，你说这话，你怎么就不相信人呢？唯唯诺诺的，你唱歌能出声吗？你这话说的，我平时什么时候唯唯诺诺的？我一说话我就张口我就男高音。我跟你说，黄小华，刚才就有你就有人欣赏了我的歌曲，你知道吧？我跟你说，我一张嘴，咔的一下就能把你震撼了，你还不信这事儿？走，刚子，你这嗓子是好了？哎呀，失声了，失声了。不是你嗓子啥时候坏的？没，就忽好忽坏的。别演了！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还在那儿美呢，这家伙又找我合唱又独唱，这咋的？黄小黄来了把我踹了，我跟你必须得有一个交代，早我都洗两回了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？大美，你看这是啥？啥？奖品。刚才组委会又打电话通知我了，说咱们又顺利的晋级为第三名了。这都是什么对手啊？不要在意那些细节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没有见过这样的对手，知道吗？这回你放心，这回不是第一名出事儿，第二名出事儿了。第二名又出事儿了？是的，是的。我跟你说，这对手我都不是说明年我肯定拿第一。是是是，哎，拿走吧。行。赵刚子，哎，谢谢啊，不客气啊，好，再见。嗯，行了，街坊邻居们看见没？尽在掌控中。刚子哥，啊，赶紧，我护肤品赶紧拿来。咋了？你怎么回事啊，黄小黄？哎呀，这次可真是大事，比刚才的事大。你什么大事？不是我问你，刚才是不是你跟我说你说不要了？不是是是。你不行，这东西都拿回去就得拆了用。刚子哥，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人群中为我开了一扇。黄小华，你别缠着我，受不了。你先回屋，给我两分钟，我马上给你变出来。这玩意儿还能变出来？你放心，你先回去。你放心，我不要脸，我也给你变出来。是不来取他来的？哎，哎，不是，大美啊，就我公正的说啊，我发现有的时候你特别的懂事儿。理解就好。我本来想拆开用来的，后来我一想。那万一第二名也没违规呢？我这还不得还给人家吗？我就没用。是，太好太好了。嗯，大美，接下来知道该做什么了吗？知道，关门。明白。看见没？尽在掌控中。黄小花，哎，你跑得也太快了。拿着，我走了啊。你等会儿，看见没？我就问了。刚才谁说我图是 P 的呀？啊，来，现在是视频啊，这是我的坐骑，来，坐骑给大家示范。你证明一下我是不是跑了第一名？这奖品是不是我的？大家好，我是他的坐骑啊，这个奖品确实是他的，我证明。你看看，哎，我咋觉得后边有个金大美呢？是，看着啊，没有啊？嗯，没有。这没有啊？嗯，哎，一二三四五，我那，哎，大姐，这就进来了啊？你自己看，真的？那我可看了啊！没骗你吧？真没骗我，是我自己骗了我自己。在哪儿呢？你给我找着，在哪儿呢？找。
哪儿的？哎哎，撒手撒手、啊！我现在才明白，你是想摸我手？不是，这有穿的在里头？摸完手了还讹我一钻戒？不可能，这绝对有！你看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啊？不是这样，哎呀，在哪儿呢？你给我找啊，在哪儿呢？骗子！哪儿呢？哪儿呢？这项目链，项目链是，哎呀，项目链，项目链！哎，你这钻戒哪有那么好事啊？好了，反正你得不是吧？你老师好的，那必须的呀。哎，你们什么时候比赛？告诉我一声啊，我也去看一看。必须给我们当孩子加油啊！好嘞，祝你们夺冠啊！必须的。有小米出场，肯定错不了。哎，你又来干什么来了？我拿我东西。拿你东西？对，我这钻戒在这里呢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我包？什么？这是你包，但是这东西钻戒在你那里呢。你说什么玩意乱七八糟？我包里怎么能有你钻戒呢？他知道，他是我知道什么呀？我知道，我跟你说，我给你留点面子啊！究竟咋回事，我就不说了。不，你那钻戒，你不放大美包里了吗？你上人小米粒包里来找什么钻戒呀？是啊，你不看见吗？我放大美包，他完他这里人家走啊！我跟着他俩这就碰着完，他在这讲我。行，你别在这乱了，你咋的了你啊？刚才也抢大美包，现在抢我包，怎么的？什么钻戒？哪有钻戒呀、啊？必须得还我。那行，那也行，那什么，那你要不给我钻戒，要你给我把事儿办了。跟我什么玩意儿？你见我，我跟你说，你今天找不着钻戒。哎呦！看吧，你找吧，哪个是你钻戒？真没有。不可能，我知道咋回事了。因为我来之前说你把他给他完，他就不承认。我告诉你，必须还我钻戒啊！要把事儿给我办了。不，你这人你怎么不讲道理啊？你就是你有病吧？你才有你对。哎，对，我是有病。哎呀，不行了。哎，你把钻戒给我，告诉我有病啊！我跟你说，要不然我找这儿我有病，你管我。哎呀，你别讲，